第三集。下午班主任的课，老班又提了一次五科报名的事儿。阳城一中的情况不算太差，前几年阳城一中每年也有人考上五科，去年爆发了一次，一次性考上了五人。高三四班虽然只是普通班，可去年考上五科的五人居然有两人出自普通班，这一下子哪怕以前对普通班不抱太大希望的校领导，今年对五科报名的事也颇为重视。不管能不能考上，报了名再说，不报名那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可高昂的报名费便是第一道关卡，挡住了九成九的人。报个名就要10000，除非对自己有信心，要不然没人愿意浑水摸鱼，家里有钱的另当别论。所以班主任提及这事儿的时候，响应者寥寥无几，也就班上几个有那么一丁点希望的同学迎合了一阵。说完了报名的事儿，最后老班又提了一句道，报考五科的同学，下周三下午学校会组织一次考前解疑答辩会，这次学校花了大代价邀请了江南五大的王金阳同学回校为大家做演讲，大家要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五科的同学到时候学校会通知大家，记得着装整齐。班主任叮嘱了好一阵，大概意思就是要表示出重视的态度来。而这位江南五大的王金阳，实际上现在才是个大一的五科生，去年从阳城一中考入了南江五大。然而仅仅只是五科大学的大一学生，就让阳城一中的老师们重视无比。这一刻方平再次意识到普通人和武者的地位差距。而身旁的陈凡和方平的关注重点不一样，而是下意识的呢喃道，学校这次还真下了血本了，出场费最少也要5-6万才行。方平眉心微微跳动，不由道，回母校和学弟学妹们简单说点经验还要收费。陈凡好笑道，当然了，你以为武者是那么好请的？五科生学业比文科生繁忙得多，我们还有寒暑假，他们放假也要赚钱，也要修炼，不给钱谁会瞎耽误功夫指点别人？就算王学长不收，学校也会主动给，人情迟早会用完。要是每年都让这些五科生免费给学校做演讲，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次数多了这点人情可就耗完了，现在给点出场费还能落个好，以后这些五科师兄师姐们出人头地了，念旧的好歹也会记个情分。陈凡这么一说，方平倒是彻底理解了，接着就有些奇怪地看着陈凡道，啊，没想到啊，你小子看得还挺透彻。陈凡不过是个高中生罢了，有些事儿方平因为前世的差异化都没想到，这家伙倒是门清。这算什么？方平有些自嘲地笑了笑，摇了摇头没再继续说话。而方平也没继续说下去，而是盘算着，这武者挣钱果然比普通人简单得多，一个大一学生到学校做一次考前解答，撑死了2-3个小时而已，出场费就有5-6万了。虽然不能当成普遍现象对待，可5-6万块钱自己父母累死累活的挣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班主任的课结束，方平又熬了几节课，下午放学铃声总算响起。今天周六，学校没有晚自习。实际上如今距离高考不远，有些同学备考五科，平时晚自习来不来学校也都去留随意。学校对五科生的重视远比文科生强，哪怕每年考上的没几个。和陈凡几位还算相熟的同学一起出了学校，校门口大家分道扬镳，沿着记忆中熟悉的路线，方平一路向家中走去。走着走着，方平有些迟疑起来，这个世界虽然和自己记忆中的世界有很多相同点，可也有很多不同点，自己这辈子的家还在老地方吗？就算家还在，自己父母不会换人吧？作为心理年龄快30岁的成年人，这要是陡然换了爸妈，方平可叫不出口。应该不会变吧？方平不太确定地安慰了自己一句，同学没变，老师没变，
没道理自己爸妈就变了。当然不变那是最好的，就算变了人还是那个人，家庭环境变变就挺不错。比如说下一刻方平回家发现自家原来是阳城的首富，那就最好不过了。又或者自己爸妈是顶级的武道强者，那就更好了。当然也就想想罢了。感受到来自全世界恶意的方平对此不抱丝毫希望。20多分钟后，方平走到了自家所在的小区，景湖园小区。名字听起来似乎不错，实际上却是阳城仅存不多的房龄超过30年以上的老小区之一。一看到这熟悉的老小区，有些破败的老楼，方平便彻底绝了自家是富豪的心思。记忆中，方平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个怨念，那就是没当成拆二代。景湖园小区从进入21世纪开始就传言要拆迁，结果传言年年有，可直到2018年，景湖园还是景湖园，没有太多的近乡情怯。实际上在这之前，也就是重生回来的前几天，方平刚回过景湖园看过父母。如今的父母更年轻，这是好事，也没有太多复杂的情绪。6动101时，站在门外，方平没有敲门，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径直打开了屋门。门一开，映入眼帘的便是狭小的客厅。作为房龄30年以上的老小区，户型都不大，当年的老房子大部分都是小户型。方平家虽然是2室1厅的格局，实际上面积却是很小，也就60平左右。加上住了这么多年，家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多，原本就不大的客厅此刻更显得拥挤。虽然拥挤，不过却不是太乱，不大的客厅被方母收拾得很干净。作为老小区的1楼，缺点很多，容易招惹蛇虫鼠蚁，容易起潮，灰尘也多。其他楼层住户上楼声音大点儿，也经常听到脚步声。不过缺点多归多，唯一的好处大概便是可以估个小院。而且景湖园这样的老小区物业早就废了，其他有关部门也不会在这儿投射太多的目光，园子也不会被人当成违建给拆了。方家便是如此，在客厅前方还有一道门直通后院。家里的厨房卫生间都在院子里搭建而成，而原本的厨房卫生间则是被改造成了一个小房间，也就是方平现在住的房间。按理说家里2室1厅没必要改造，不过方平还有个正在上初中的妹妹，一家四口人挤在这不大的房间里，没个院子还真不好办。说曹操曹操就出场了。方平正蹲着身子换鞋，心里想着这些，就听客厅右侧的小房间传来妹妹方圆的声音：方平，你还有胆子回来？方圆的声音有些尖锐，不过方圆今年才13岁，小姑娘声音再尖锐也没老妇人那般刺耳。伴随着带着怒火的尖锐声，很快小房间就冲出了一道身影。个头不高的方圆这时候脸上还有些婴儿肥，显得小脸圆溜溜的，瞪眼的模样不讨人嫌，反而更显可爱。一看到方圆，方平就有些手痒，也没问方圆为什么生气，更没说别的话语，二话不说熟络的起身，熟络的上前掐住小姑娘肉肉的两颊，稍稍用力往两边撕拉一下。在方圆眼神愤怒的直视下，方平一脸享受道：好久没捏了，总算逮到机会了。如今小脸圆溜溜的小丫头，没过几年忽然变了瓜子脸，脸上的肉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是方平一直以来很遗憾的一件事。肉嘟嘟的圆脸捏起来才有手感，好端端的忽然变了瓜子脸，多讨嫌的事儿。方平心满意足，方圆则是气得够呛，拍开方平的魔爪就气急道：妈，方平又捏我脸。院落中正在厨房忙活的方母李玉英头也不回，语带笑意道：别闹了，等会儿等你爸回来就吃饭了，今天给你们做了好吃的。
方圆不甘心地喊了一声，见老妈不帮自己撑腰，气恼地瞪了方平一眼，紧接着才想起了正事，怒气冲冲道：方平，还钱。啥？还装傻？妈给了咱们50块钱，说好你一半我一半的，我桌上怎么就5块钱？还有钱呢？方平眼神呆滞，还有这回事儿？这么说来，自己今天兜里28块的总资产，除了中午那顿饭钱，其他的都是这丫头的。可本就一贫如洗的方平，这时候兜里就剩下15块钱，大男人总不能兜里空空，一分钱都不留吧？毫无还钱心思的方平瞬间就摇头道：不知道，可能你自己花了，自己再找找吧。方平，叫哥。哥你个头，就知道欺负小女生。妈，你都不说说他。兄妹俩吵闹了几句，最终小姑娘还是败下阵来，满脸的闷闷不乐。方平好笑的同时也有些无奈，这日子混得太惨了，就为了这点零花钱，把这小丫头给欺负成啥样子了。在方圆半信半疑的眼神中，方平许诺了无数好处，总算让小丫头忘了自家大哥刚坑了她20块钱的事儿。要不是不忍心，方平觉得自己现在还能把这丫头剩下的5块钱骗到手。搞定了方圆，方平进厨房和母亲打了声招呼。出厨房的时候，脑海中想的最多的便是：哎，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刚刚和母亲简单说了几句话，方平才记起，这时候因为他上高三，自己老妈为了照顾他和方圆只上半天班，又不是什么技术工种，阳城也不是富裕地区，母亲半天班上下来一个月工资才800块钱，一年下来堪堪才10000块。自己原本准备开口提一下报考5科的事，结果想到这儿硬是没办法说出口，搓了搓脸，方平喃喃道：果然就没有不缺钱的时候。再难开口，为了未来还是要开口的，毕竟下周一就要报名，方平又不是神，明天一天时间而已，到哪儿筹10000块钱去？等父亲方明荣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一桌人上桌吃饭之际，方平还是开口了：爸，下个星期5科报名，我想报考5科，报名费要10000块钱。方平话音一落，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了下来。方明荣今年40出头，面相不算苍老，不过有些苍白。方明荣在阳城郊区一家陶瓷厂工作，不算技术工种，也就是普通工人罢了。在如今普工人均工资2000左右的阳城，方明荣每月工资差不多都有3000块以上，不是老板多赏识他，也不是方明荣干得有多好，关键在于陶瓷厂工作久了容易得矽肺病，所以工资要高一些，差不多是拿健康换钱。可方明荣却是不得不做，家里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衣食住行哪样不要花钱，还要给方平存大学学费，还得考虑大学毕业后方平结婚买房，全家日子过得都紧巴巴的。10000块钱除去日常开销，两口子差不多要半年时间才能存下来。如今社会武道为尊，方明荣虽然是普通人，可也明白5科难考，难如上青天。偌大的阳城，每年数万学生参加高考，其中考上5科的2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方平所在的阳城一中在阳城也算最好的高中了，可纵然如此，阳城一中去年也才5人考上了5科，而一中高三学生接近1500人，普通班20多个。07年这20多个普通班考上5科的总共2人。这些消息参加过几次家长会的方明荣并不陌生，甚至一中老师主动宣传，因为能在普通班考出2个5科生，这不是缺点，反而是优点，值得一中老师们骄傲。现在花10000块钱博一个虚无缥缈的机会，值得吗？
方明柔没急着开口，李玉英欲言又止。方圆低着脑袋没敢说话。比起方平刚了解这些大众常识，已经上初中的方圆比方平了解的要更多。方明荣端着小酒杯看了儿子一眼，过了片刻点点头道，待会儿让你妈把银行卡给你，明天你自己去取10000块钱。爸。方平咬了咬牙关，就想说几句话安抚一下父亲，却不想方明荣直接打断道，不管考上还是考不上，你有这个心就够了。就算考不上，起码多点经验，以后圆圆上了高中，你还能指点一下。家里虽然不富裕，可这是一辈子的大事。虽然不抱希望，可报考五科关系到这辈子能否鲤鱼跃龙门的大事。如果方平自己不提，那方明荣也不会说。可儿子提了，大不了接下来加点班，10000块钱还不至于拖垮了方家。父亲这么说，方平也不再多言。这时候说再多豪情壮语也没用，何况方平也没把握能真的考上。他是重生了没错，可又不是修仙归来，五科五科，哪怕不知道具体要考哪些项目，也知道肯定离不开身体素质之类的。实际上方平简单了解了一下，要求比这更多。能否考上五科，现在的方平是真的毫无把握。不过就算考不上，以后赚大钱难说，赚点小钱还是不难的，也未必没有成为武者的机会。所以对未来，方平觉得就算自己走不到最高点，也不会如同现在为了20块零钱坑妹。解决了当前最大的拦路虎，方平心里轻松了不少。